欢迎回来，现在是下午时光，我们继续进1080区。好的，还是熟悉的音乐。哎呀，我们现在体力127还没有满。今天直接充值吧。今天我们看一下这里的充值，我研究了一下现实活动，这里单笔30，这个单笔50都不需要，我就需要这个648和418。418这里给50的碎片，它是50或者80。80的这个是 SS。这个50都是 SS 加，这个 SS 加的是更牛掰的，我现在一个 SS 加都没有，而且 SS 加的这个需要130个碎片才可以合成一个，我们打算先合成两个 SS 加，它这里必须要买一个648，再买一个418，这样的话它才会给130个碎片，你看这里是80，这里是50，加起来刚好，到时候我们可能要激活一个什么唐晨，来个唐晨，我看一下唐晨觉醒天赋啊，其实皮肤他是和谁组合的，唐晨、唐昊、波塞西，哎，就这三个对吧，这三个我是要激活的，波塞西在这里单笔268，这里给30，这里给20，到时候我们充三个648，哎，领取，先领取这个肯定是，哇，先领取一个啊对吧，然后再领取一个啊，这是昨天就可以领的，但我没有领，就插在这儿了，这里充了两个648昨天，然后再来两个418，哎，418有一个，都领 SS 加的，之后领取一个30 SS 加，还有一个20 SS 加，对吧？这样那三个 SS 加全都有了，全都有了，这里就差一个648，然后418差一个，648、418、168、268，好，我们去充值，好，168开始，一样一个，支付，好，然后268来一个。418来一个，现在已经是 VIP 10了，一会儿出完这648应该是 VIP 11，再来一个，好 ，VIP 11来领取，再领取，再领取，好，648的领取 SS 加可以了，我们现在去开 SS 加的东西，背包 SS 加440，这里选。多少个？我看一下，这个碎片是唐晨的，要120个就够了。来130，好，130个唐晨，再来130个波塞西，130个波塞西，走你，再来130个唐昊。好，我们先去激活一下，走，回师。现在我战力也是1480000，看我激活他们可以加多少。SS 加我从来没有过，不死神魂，唐晨，哎，刚才不小心点到了，再来一个海神波塞西，不灭神魂 SS 加，好漂亮啊，这效果有点感觉的。好的，激活这个属性激活，再来一个昊天唐晨，位面之主，位面掌控破盾斩杀。这个老爹也好帅啊，他也有悬疑手吧，好像看这评论，哎，这里还可以点赞邮件领取200碎片，这些都是骗人的吧，点赞免费送昊天唐昊，这是骗人点赞的。好了，激活，然后再激活一下这个猫鹰弗兰德，猫鹰的话可以激活很多融合技，应该是对吧，激活了好多，我的天，弗兰德老师好牛啊。这里先想想，我们把这个前世唐三先分解了，前世唐三好 不怎么需要，他的东西太好了，应该给这个 SS 加的才比较好，然后我们先看点别的，现在虽然是198万，但是还不够，仍然不够，来我们看一下现实活动，这里累充满5000可以从里面选啊，400里面选这个 S 的不需要，这里选 SS 的朱竹清、马红俊、戴沐白，这200个碎片，这是多少个？哦，220个，战神戴沐白我已经有了，不需要这个呢。150个马红俊，150个朱竹清，哇，可以激活一个，先领取，然后再来魂师返利，我看一下，领取一个什么？小舞灵魂、晨曦灵魂、古荣，古荣还没有，古荣来一个，荣长老，这里呢，千道流，阿银，阿银有了，宁荣荣没有哎，宁荣荣180，来个千道流吧。千道流来一个，好，单笔充值6元，给一个香肠，这个要充的，
六块走你。购买成功，领取。这里单笔充值30，古龙、小舞、晨星，我看一下。哎呀，古龙、小舞、晨星，刚刚我选了个古龙，是不是？古龙我已经选了，哇，不应该选，应该刚刚应该先选个蓉蓉的。千道流 S， 天使斗罗。好的，激活宿命，古龙来一个，古斗罗，古龙，它是防御型的，哎，单体攻击，它竟然是单体攻击，这个不是搞得很懂哎。那再看一下这个现实，这个现实真的是太屌了，这里给高级福袋领取一个，到时候开。今天现在充了5200了，要不再充点，我看一下，古龙或者小舞或者晨星，小舞灵魂碎片好像没有，小舞好像没有。这里呢还有个蓉蓉，哇，这里还有个蓉蓉，单笔充值50，给一个蓉蓉啊，充一个50吧，激活这个羁绊需要的。宁蓉蓉，阿姨，我刚好抽到了，所以不需要。这里小舞灵魂碎片，我看一下，小舞确实是没有的，对不对？这里先把蓉蓉激活一下。九彩斗罗，宁蓉蓉，明白？这个腿，刚才那个腿真漂亮，这也能激活很多羁绊吗？也没有激活太多，先激活一个昊天唐城，现在是200万战力，激活能加多少？能加18000，一般般。再激活波塞西，这些都是加20000。修罗唐城激活一下，其实这个卡牌游戏很快就收集完了，我的天，就差千人雪和比比东了，这两个看看能不能搞起来。下面的也激活一下，宁荣荣激活加9000，千道流，古荣，哎，我看一下小舞，小舞出来吗？逐渐达到等级10，小舞还没有激活，小舞待会儿激活一个，弗兰德，小白，哎，这个小白昨天没有激活吗？哦，没有激活。好，我们来再开一个这个叫什么限时活动，来充一个，买一个这个小舞的灵魂碎片，这个是单笔30，我还有多少钱？还有4800，应该是够的。今天不把这些币花完就过期了，来领取一下小舞的灵魂碎片，然后单笔98，给这个灵魂碎片选一啊，只给一个吗？等一下，这是哦，50个，给50个这个。嗯，我想想啊，这里的话这三个已经有了的，这三个 SS 加的已经有了，我剩下的这6个68可以冲进去，但是我不知道要选哪个，这是最纠结的。我可以选这个 SS 加，应该是，我看一下，现在应该是3个 SS 加，别的应该没有了吧。累计抽300次，待会儿抽了，待会儿这个宝箱多抽一点，这个冲8000的冲了。这里可以领取吗？领取不了，昨天已经领过了。我们看一下魂师，召唤一下小舞，柔骨斗罗，漂亮啊，这个也能激活很多。我们这一套应该是要这个战神戴沐白，要这个前世的唐三，这两个是需要的，剩下的我估计 SS 加的是需要升星的，他不升星不厉害。这里用这个碎片，应该昨天用了很多，昨天给那个前世唐三用了很多这个万能碎片，应该给他来用，这样划算一些。但是他们数量不一样啊，这里给的数量不一样，我觉得应该也是可以互用的，就是我用 SS 的碎片也可以给 SS 加进行升级，应该是这么个道理。我看一下，这 SS 加的只吃 S 的，他不吃 SS 有点头疼。我现在 SS 的有5个对吧，也就5个吗？到时候再搞一个 S 的就 OK 了，是吧？能不能再搞一点？估计搞不来了。这个 SS 的可能就得要等活动了，也或者我们这里开不了了，对吧？我们再开一个这里的，比如说剑道晨星，或者这里再开一个史诗奥斯卡也可以的。你看这个加号，绿色加的是辅助，这个是法师，这个是近战，猪猪星是近战。这种天气牛它是这个前排，我看一下我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组合。首先可以看一下我这个昊天唐城和昊天和修罗唐城，这两个 SS 加的都是近战的，然后这个前世唐三感觉不需要了，这个前世唐三和戴沐白都是一样的近战，不需要，我应该搞一个辅助的，对吧？我把这个唐三给扔了，这个戴沐白也扔了，我要 SS 加的这个近战就可以了。然后法师有一个海市波塞西，
剩下的哎，我想想，剩下的要一个辅助，然后再要个法师，然后再要个前排，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。我要开始充值，这里可能会稍微有点乱，你们可能没有听懂，但是我先搞。这里首先单笔充值98，先充一下98，充一个支付，好，然后领取一下这50个碎片是 SS 的，然后这里要充6个，对吧？剩余6次，充6个648，一个，我还有多少钱？还有4600，足够，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五个，哎，距离10000还差了一点。我们今天是可以到这个 VIP 12的，这个没有问题。这里领取的话要小心一点，我想想，要领一个阿银还是领这个奥斯卡？奥斯卡还是阿银？这两个应该都差不多。他们有个组合技，这个组合技是前世唐三，哇，前世唐三加唐昊天唐昊，那我这个前世唐三还不能分解。我再看一下这个奥斯卡，他就是这个组合技需要这个组合哦，这里需要宁荣荣，那这个奥斯卡不行。他必须要 S 的宁荣荣，但我不需要 S 的宁荣荣，我都要 SS 以上的，对吧？所以如果我要做这个辅助，我就做这个阿银。我们现在去看一下能不能开一个这个阿银出来。阿银我目前是没有的，今天这个思路很清楚，就是因为我睡了觉啊，睡了觉果然不一样。背包看一看，杂货 S 级， S 级好多， S 级 SS 3-1啊，马红俊，哎，等一下，戴沐白不需要，朱竹清不需要，哎，等等，我在想，那我到时候假设我把我的这个戴沐白给分了，那别的比如说这个唐三他升级的时候能用这个戴沐白碎片吗？用不了，用不了他的碎片呀，那还是得小心。这个戴沐白他都4星了，戴沐白我是打算把它分了的。那前世唐三我要留着，重新换一下，我要3个近战，然后一个法师，一个辅助，一个前排，对吧？3个近战。波塞西他的这个组合技我看一下，他要天使的千仞雪，这个获取怎么样？获取没有，这个也够矫情的。这个波塞西这个法师如果要的话，就必须要搞一个那个千仞雪，这个组合不是特别的棒，不是特别的完美。我们再看一下这唐晨，唐晨需要一个比比东，凡人。我再看一下戴沐白，需要朱朱清和马红俊。唐三任冯唐连需要一个陈心，陈心这个是可以搞的，陈心是法师，但是他又需要一个 S 的唐三。哎，无需一直持有哦，这个不需要一直持有的，那这个就随便搞呀，随便搞。这个组合技好像不需要那么的，就只要激活过一次就可以了。那缺什么我们就激活什么。我们先搞一个剑道陈心，用来给前世唐三强化一下。哦，这只能开这三个，凡人蛋白已经有了，马红俊没有，马红俊150就搞了，激活一次，再搞一个，这个是 SS 加的，还有这个我再看一下，朱竹清需要150，开一下，好，开了两个，这个只能开这几个，好烦人。嘉年华豪华皮肤选一个暗黑马红俊，然后再来个奥斯卡，是吧？哎，去哪儿了？在这儿。哎，不对，暗黑马红俊，先开一个，获得皮肤，授业恩师新手礼盒，这个可以选个谁？啊，玉小刚、柳二龙、赵无极、弗兰德，等等。先看一下我的魂师，哎，就差一个柳二龙。授业恩师就差柳二龙，最大80开了。刚才另外一个皮肤没有找着，好，先不管，我们先激活。这里召唤一下 SS 的灵猫朱竹清，速度之神，这也是攻击型的。再召唤一个凤凰马红俊，哇，这个还是挺漂亮的。宿命激活，再来一个恩师柳二龙。谁还敢坏老娘的好事？又激活超多的宿命，哎，我就知道柳二龙老师还是很受欢迎的。
谁不希望有个女老师，是不是？我的天，这是真的多。图鉴激活。马红俊再加三万，这加27,000，比那个 SS 加的还牛掰。朱朱清，这个再加28,000，一个比一个牛。来，小五激活一下。这里基本没有开出虫的，挺好的。现在再加6,000，好，开完了。然后皮肤宝路，经典的搞一个。宝路升级，马红俊，还有一个少年奥斯卡，可惜了，旷世厨神刚才不知道去哪儿了，待会儿再搞。我们现在再整理一下背包吧，好像接下来就只能给他升新了，开不出新的 SS 加的东西了，比如说这个，就开不出新的东西来了。SS 的，得要着重强化一个这个马红俊吧，我觉得马红俊，毕竟是这个法师输出，我看一下我的这个阵容，现在要想想怎么样搭配了，1,2,3,4,5,6,7。哎，这七个好像都可以上阵，今天可以到40级，这七个都可以上阵，那还挺不错的。逆风志这些就重置了，走，咱们去把逆风志重置了，重申一下，逆风志重申，把 SS 以下的全都分了。陈星长老，好，后面就没有了。这唐三有点太屌了，我想想，唐三能不能重生一下？前世唐三重生一下，他是百分百返还的，所以无所谓。然后再返还一个戴沐白，魂师不存在是什么鬼？分解了吗？戴沐白没有分，我看一下这是怎么回事。明明的斗魂场没有主力阵容，斗魂场有人击败了我。哦，最后一个有一个，不然一个都没有了。再重生，现在就可以把这个戴沐白卸了。好，重生完，来召唤。好的，第一最牛的应该是昊天唐晨，这几个都可以的，平均升。昊天唐昊选几个，先给他升到2星，平均升啊，升到2星，然后一键突破啊，直接突破到蓝色3，蓝色三有点屌的。来，再一键升级，然后现在是27是吧，27不行啊，提升个5级，然后再提升一下。这里蓝银皇阿银还没有吗？蓝银皇阿银竟然还没有，待会儿再去开一下，我估计还有些没有开。这个戒指先不要提升吧，戒指也提升一次，一样一个，强化就先不搞。波塞西升一星，然后这个也一键突破，直接到蓝色2。等级升到32级，33也 OK， 来提升。修罗唐城一键突破，蓝色2。修罗唐城也升一星，等级升到34，提升一下。现在有639万的魂币，牛掰了。朱竹清，就是没有一个前排。有一点点烦恼，他也升升级，直接升到30吧。戒指，战神戴沐白，还有 S 的朱朱清还没有，可惜。马红俊和前世唐三，前世唐三我一开始觉得贼牛，结果现在是最菜的。蓝色2，唐三终于轮到你了。
这只能到绿色一，太惨了，收集一下。蓝色一，再升一星。好了好了，现在七大天王是多少战力？242万，我们还可以继续升。成就一键领取，任务一键领取，35级了，解锁一个海神岛，走去岛上看一看，只要通过海神岛的考验就可以获得海神的恩赐，那还等什么？这儿有次数限制吗？看一下，每次战斗后敌我双方的生命和怒气都不会恢复，那我必须得等我非常非常厉害之后再来，不然我亏了。上是我的什么昊天唐昊，再给他升级，这下需要200个碎片，三星。这里升星有点难啊，另外那碎片已经不够了，勉强升一个弹幕白，哎，这样就没了，后面再想升都没有了吧？哇，还是有很多 S 的，哇，牛掰！唐三还能升，哇，给力！三星唐三，好，这唐昊还能升吗？我的天，够吗？刚好够，最后升一星，升到四星，昊天唐昊，可以了。接下来是可收集一些装备。这已经蓝色三星了，先不要管，突破一下。这金文币消耗的还是很快的，只有300万的现在。再给他的戒指升一下，好奇东西就要用完了，这个项链突破时不够了，我可以直接买吗？我还看到千仞雪和千道流的灵魂碎片，这个我第一天肯定对不起，就不要了，就只买这个项链突破石1500，刚好刷完 OK 了。战力已经327万了，有点牛批的。再来，还能再升。这昊天唐昊都87万战了，我的天！这里还要平均升吗？100个，这个石头刚好差了一个。最后再给唐昊老爹升一次，应该就没有材料了吧？哦，还有一次。好，攻击戒指没有了。如果要再升级的话，也还可以的。但是还有红点，提示我们去收集这些装备，可以慢慢收集啊。然后待会儿再弄。我们先看点别的，领取。这已经获得8000的累充，攻击戒指觉醒真水 ，SS 级觉醒所必须，先领了吧？什么时候用不清楚。反力这里的话要选个谁呢？蓝银草、阿银、天青牛，这些 SS 的我想先都激活一下，先领一个130的对吧， SS 魂师碎片8选1，然后我们准备选一下
A 加八选一，这还有 A 加八选一，我先看 SS 的八选一，这是四选一对吧？奥斯卡没有，好像是奥斯卡还没有，我去看一下。食神奥斯卡、阿银、天气牛、晨星都没有，有的开了呀。这只能选一个，选阿银吧。哦，要150个，那这个碎片还不够。左边是 SS 四选一，先选这个奥斯卡最大，他要150个，对吧？那奥斯卡还差了20个。来，20个奥斯卡，奥斯卡终于可以激活了，召唤一下。镜像复制，食神奥斯卡。你的就是我的。这个香肠看起来一点都不色情，差评。他不色情怎么能叫奥斯卡呢？这能激活好多好多东西的。这个奥斯卡我看一下，1 2 1 2 3 4。哎，到时候这个也要升一下吗？我的天，先不管了。这搭配好像还有的搞。我们这里先充值，我感觉那个东西不够了，对吧？先领取140的，再来130，再来一个130吧。哎，先稳一点，我慢慢的来。八选一，对吧？阿银这个150个，好的，然后再选一个这个晨星，前世唐三、天气牛，别的好像就没有了，就差一个晨星。他要150，我用完这个就还差70，好像多了。见到神星开一个，好，又能激活两个。来，回师召唤一下蓝银皇、阿银、永恒之术，这个看着好年轻啊！哇哦，我的波塞西还有昊天桃号，他们都可以激活这个合体技了。再来召唤一个剑道神星，不得剑道，不枉此生。这个也激活了好多，来看一下图鉴，奥斯卡激活一下，加32000，我的天，剑道神星再激活，加20000，蓝银皇、阿银，就只差了一个天青牛，天青牛的话，想想办法吧，天老爷喂，这就70个，还不够。这待会儿可以再开一开这个马红俊，我感觉，对吧？因为马红俊是那个法师，其他两个是这个近战的，这个干脆都开了，都开马红俊。70个不够，有点烦人，那只能再领一个了。限时活动，再领一个130的，对吧？剩下两个是不是就可以领前面的这个什么修罗唐城、昊天唐昊？这个还是很屌很屌的。选一下前面这个80的，再选一个80的 ，OK 了。之后我觉得都搞这个昊天堂号吧。其实这里没有特别的精细的去计算啊，没有研究的特别透彻。我估计以后可能会有无法挽回的损失，以后可能会想要吃后悔药。天青牛150，哎，多了50个。好，开一下。之后这个的话就开什么唐城还是唐号？还是波塞西，我觉得波塞西肯定是没有问题，因为波塞西肯定是需要的，就他一个法师。我看图鉴，图鉴，比比东，比比东呀，比比东也是法师。这呢，天使啊，天使的话，他是前排，那这个肯定是最最最需要的。现在就缺一个超级牛掰的前排，最需要的就是他。另外，到底要唐昊好呢，还是唐真好？我们先激活这个天青牛，昊天宗守护者天青。龙牛天叫这名字吗？这大爷也是帅的没边，昊天宗主能激活很多的，你看各种击败。好了好了，来看一下这个唐昊，这个合体技已经有了，对吧？唐昊合体技有了的话，就搞唐昊就 OK 了。我感觉布袋戏的话，就是必须要有一个千日雪还不行，要么是搞这个唐晨也行，唐晨需要一个比比东，哎，那算了，那我就专门搞这个昊天唐晨，昊天不是昊天唐昊，昊天唐昊开一个，剩下随便全都开了，昊天唐昊最大210，好，开完，
接下来还可以开一些别的，但我先把它升星啊，升星需要400个，我的天，本身的那个不能用了吗？这个可以升星哦，这个碎片是用来给这里升星的，属性增长，加了好多属性，加多少我没有注意看，我的天，现在是366万对吧？我又加27万，我的天，加27万，这个虚喵也、差了一点点，可惜，原来在这儿可以升星，来，这个没有，这个没有，这个可以升，火焰对吧？升一下，加多少？刚是393、416，也加了20万战力，爽！马红俊牛掰，观音有泪，进阶不了了。小五，不对，朱竹清，然后奥斯卡，不行了吧？我现在也是400万大佬了，今天能到500万，很好奇。后面这些应该就不需要了，今天应该就搞7个就足够了。然后我看一下图鉴，图鉴升星，图鉴还可以升星，升星，升星也加3万，图鉴15级了，天气牛，激活，加10点，爽。接下来，鬼魅月关比比东，千仞雪朱竹清波塞冬，哎呀，这个有点难记。来，我们再去看一下 S 和 A 加的，这里好多，这是16选1，先把这种11选1的选了，7选1的选了，对吧？7选1的，开一个谁？先开一个千仞雪，千仞雪没有，这个先开了，11选1，波塞西也没有。120个波塞西，好，再开一个，鬼魅没有，120个，好，140个，再开一个，还有个朱竹清吗？朱竹清也没有，哎，等等，完了，有点乱，有点乱，先召唤这3个。波塞西、海神大祭司，有了这个融合技就会打架很厉害。虽然这个战力好像没有怎么加。六翼天使千仞雪，这个好漂亮啊！再来一个鬼魅，这是群啊，没什么激活的，这笑起来好猥琐啊！看一下图鉴，千仞雪啊，不对，是这儿。先激活鬼魅的5点，加10000，千仞雪5点，加25000。图鉴17级，波塞西搞一个。好，月关比比东朱竹清搞起。月关来一个，月关13个，我看一下。比比东有吗？没有。朱竹清，朱竹清有了，来120个，这个强迫症很爽啊，什么都一下全都开了，第一天就全部搞完，感觉这游戏只用充两次，第一次充完，然后后面等那个什么比比东千仞雪出来的时候再充一次钱，把那2个拿到就 完美了。菊斗罗月关，我靠，这个好多啊！我的天，这个激活好多呀！图鉴再激活一下，这个 S 的就全都有了耶。刚才是月关是吧？朱竹清啊，应该是朱竹清吧？刚才激活应该是朱竹清，激活了好多，没有注意看。还有个比比东啊，还有个比比东 S 的，还差一个比比东，比比东盖世龙是胡列娜。比比东碎片来了，来搞一个 A 加毁尸，盖世龙蛇来一个，只差一个胡列娜了，可惜好像不太够。 A 我看一下 A 的没有了， A 加防御不行，攻击饰品完了，就只差一个胡列娜，
可惜这里只有25个碎片。钻石包开一下，我这体力已经满了，就差一个胡列娜，可惜可惜。强迫症不能忍，激活了。这个盖世龙蛇老奶奶也好厉害，碧玉东激活一个武魂殿教皇。但你不要问我教皇为什么是女的，人家小时候就是降血才吸引人。跑了跑了，这些还可以再开，然后再拿这个碎片去升星吧，应该是。但是先等等，先领取这里的东西，然后我们准备往后面去打了。全民福利领取一下，购买达到300人，给了600，还可以啊。这个我们昨天花了1000，收回来600，还有东西可以领吗？没有了。然后每周礼包，这是 VIP 11可以购买一次，那就买了 VIP 12可以购买。哎呀，差一点到 VIP 12，等等。然后充值这里 VIP 11的特权，我们买一下，288买这个 S 的碎片，还有一个武器天气龙蟒泰坦巨猿，这个是什么？魂魄可以兑换碎片，好的。到时候还可以兑换碎片，魂师商店，好的。到时候我们去兑换一下，280买了，这个贼划算。然后我们现在先搞什么？先打一下副本吧。副本，第7章。我的天，走你，7-1，我直接跳过。哎，你看我这战力是0，刚刚都自动挑战了。好，先要这两个，没问题。主力的话，两个法师，两个攻击 ，OK， 40级解锁。今天50级估计到不了，合体技差了一点点，有两个没有合体技，他是自创技。哎，月关长老啊，既然是风暴斗罗，你快走，他目标是我，同生共死。我看合体技，看右下角这里这两个有盒子的，是有合体技的，这样更厉害一些。没有的话也不强求，问题不大。这又是吗？鬼斗罗鬼魅菊花关，这没有用。又一个风暴斗罗，又要 say goodbye 了。入侵的鬼虎，那就打呗。2.5倍攻击。嗯，就没了。伤害914万，为什么比起别人就那么菜？肯定是我背包里还有些东西没有开，这里先留着。又是个入侵的鬼火，伤害名次到了154，这是累计伤害吗？竟然是这样的。冠军之战，这个是胡列娜，小心妖狐之火。武魂殿学院，哎，不用管，碰一下就没有了。我们赢了，是的，我们赢了，好简单啊 ，so easy。我的天老爷，又是15级入侵的鬼虎，揍了。好，最后一关也打完了，来把宝箱领取一下。第7章就结束了，41级解锁第8章金关卡，我们打一下第7章的，这个也是小菜吧。我们今天这个战力真的是，果然这游戏要充值才牛掰。昨天充值的东西我都没有解锁，当时还没有心肠研究，结果战力才只有100多万，气死娘了。好，全部领完结束。史诗的话继续打这关卡，今天可以挑战3+1次，比别人少了一次。他这个首胜给20块钱，还不错，对吧？20块钱来了啊，必须体力充沛，体力药水我们使用一下。今天这个肠子不够了，今天只能靠摆，很讨厌。哎，赵无极大 boss 刚好打完，今天就没有次数了。把宝箱一领，灵魂石。灵魂石是什么鬼？好奇怪。然后我们去看一下宗门，对吧？需要200万申请，申请一下。
看他让不让我进吧，这几个都是四级的。封天大陆这个也申请一下，感觉这个人少一点，但人应该不差。邮件一键领取，哇，还是有些东西的。奖励一键领取，系统领取，没有东西了。然后35级，对吧？35级再继续提升啊！嘉年华第一天，魂师突破，领取，领取。积分是什么鬼？我们的战队有一定数量魂师，可以派遣他们出去获得大量奖励，同时也不影响他们。派遣宗门啊，魂师派遣，完成这个任务是吧？这个其实是小 case， 一键领取。嗯，直接派遣可以吗？一键上阵。刷新剩余5次，这些应该都要派，还什么 A 级任务 B 级任务都刷不出好任务，还可以魂师借用，我的天。哦，直接进来了封天大陆啊，就是那个人少的那个宗会，哎，还不错。然后到时候看一下这个排行榜，我们是不是第一个 VIP12 啊，现在应该是，因为现在排行榜就只有 V11， 好多 V9，切，都是一群菜鸟。好友看一下，一键赠送，在线一键领取，给些体力吧。这里好多队友，能赠送一下，多给点体力。我才领了10点体力，不行呀。限时活动，我看宗门福袋里充8000，哇，这个待会儿在宗门里发一下，就可以得到这个钻石了，是吧？我们看一下，哎，在这儿，此道具无法出售啊，这个必须要宗门里面发放使用，走，我们去宗门。还有宗门副本，我的天，宗门建设直接领奖励，我不建设宗门答题。大师的武魂是罗三炮，第一代唐三唐晨吧，七怪年纪最小的感觉是小五，哎，啊，朱朱青啊。游戏中刷新一次需要多少的灵魂石，我还没有去过，我估计是用5个吧，20个。杀戮之王真实身份是唐晨，好吧，才给了6块，我比较菜。然后这个副本是什么鬼？这些副本通关了，把宝箱一领是吧。这个红点是什么鬼？哦，是要从里面选，随便选一个。这给的是项链强化元素，这些东西都没有碰到，之后应该能加很多战力吧。我看一下，把这些东西都领一下吧。应该是越上面的越好。哇，这里给了60个，这60个是全场最高。哇，还有一个120的，我的天。第二个24个元素，我这还有120的，这个是击杀之后才可以开启。这个杨无敌我可以击杀吗？攻击次数7，我应该可以试一下。看他们打不过的这个 boss 我能不能打过。哦，只剩1点血了，还是很轻松的，他打我都不痛的。给了好多东西啊，杨无敌宝箱我给第一个领了。这个不是击败了吗？不是已经击败了吗？这好奇怪，还要再击败一次吗？没有懂。再把这第9章的领取一下，好，这个先不管。然后通关奖励领取一下，这好多东西白捡的。宗门商店直接卖了，获得85万。宗门商店的奖励购买一下培养石，宗门5级才可以购买，这就没有了吧。宗门魂技，哦，全力攻击平均剩下吧，有18000，这5000全队命中，全队暴击，这个怎么给这个加到后面怎么要那么多？先把前面的升一升吧。这总共就5级，先升到满，升一级我就加2000战力，
好，刚好还剩15000，我们申个什么全队暴击。哎，达到宗门当前魂技上限，这是宗主位升级啊，这个还没有开始升，我们的门派还不够。宗门建设给你18，建一下无所谓，建设一下。宗门福袋可以开始发了吗？选择我要领取的，幸运可抢，选一个多一点的，给了42块，44块，18块。哦，这是活动福袋，不受限制啊，这些可以无限抢，哪个多就选哪个。这给好多钱啊！哦，这每一个都可以领，我明白了，这不需要选的。然后打赏，我看一下，需要花钱发。哦，这儿可以发了，发一下，领取一下75块，舒服。知道怎么样打赏了？活动福袋92块，我自发自领还是舒服的。我感觉他们加起来可能都没有我发的这个多，这10000的总共就只有5-6个。我这里我自己发的就发了8个7个，一个人顶一个宗门。让你们意识到什么才是真正的大佬，这是给了112块，明白了，5000呢。我领自己的钻石都领了1000多块钱，我感�觉还有4个。好，最后一个了，81块，不是8块1。这里钻石福袋没有了吧？我要发福袋是我自己掏钱发，应该不会发吧？成就领取，这里发放对应的额度，达到对应额度可以领取。当前我发了8万。发了8000块钱的这个钻石吗？那么夸张？领取一下，激活，我靠，再激活3000、6000，富甲天下，还给全队百分比，我的天，这能力好多，富甲天下2，又是100块，120，再来个称号，全队物防什么4个属性加2×3，牛掰了！哎呀，这里差一点点就到这个差800对吧？我们打赏一点点。发放58块，好，需要38级。这个呢？这都要38级，这个可以发吗？也是需要38，哎，差了一点点，不然这成就又可以解锁，给156块。哎呀，差了一丢丢。等等吧，嘉年华的积分领取一下。好了，商城开启免费的一次，今天我要开很多这玩意儿的。然后我看一下，来抽奖。